群山环抱下的广场和建筑群是五里埔永久屋的所在地。2009年8月的那场天灾带走了至亲，带走了熟悉的家园。经过三年的重建，小林人分别在大爱小林、日光小林和五里埔三个地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五里埔是最接近小林村事故地点的永久屋群。有一部分吼，伊拢唔怕回来，他回来就会伤心了，他不敢面对这里。有啥物，阮会分做三个所在，为了卖回来吃，因为人回来吃看了伊会伤心。啊，选择回来就是讲，阮这是阮的根，吼、哦、啊，重建当然，伊阮回来吃的人的想法是讲。这里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家。重建当然是等来阮家重建，啊，所以阮也拢在阮，我转我的波拢是种心态回来的。啊，这因为小林将灾难发生吼，永久有三个位，一位是伊个书记，书记盖大爱那边，啊，阮因为是另外小林村另外去一个六十六号，阮啊，祖宗叫做小爱，这个、算小爱迄方面迄边的。啊，这个是二村，是307，啊、哦，嘿，日光下林，啊，这个是阮家五里埔的。在进入五里埔永久屋的入口处，有一栋装饰着传统原民风的展览馆建筑，这是五里埔的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馆。馆内记录着早期小林村村民的生活记忆。展场内一处堆叠的信件，如今已经送不到收件者的手上，但小林村村民的记忆将会被长久保存在这座文物馆中。我们文物馆内底吼，第一站的迄个设计吼，内底设计就是，营造阮较早小林村吼中一路，阮小林村唯一的中一路就是遮这条。即将即个迄个风罩柱，为遮去，即条为就是中一路，哦，伊就是营造阮即个中一路的迄个街仔路的形体，哦，诶，古早厝啦，遮拢是古早厝的形体啦，哦，啊，你看伊外面放个批，就是所见人已经不在了，啊，对我来讲是还蛮无奈啊，但是即嘛是讲。有伊说讲啊，即个人批寄来无人好收啊，所以遐用者有彩礼加。小林村民以大武龙头社人为多数，在日治时期为了管理方便，以日本警官的名字取名为小林。早期啦，阮小林吼，内部的是为着目前的南化水库。阮较早拢叫台东、溪东，讲阮拢个叫溪东，也是南化水库迄个水坝。迄阵早期还袂做南化水库，是伫遐搬过来17号。啊，早期是住伫台中市，分布伫阮五里埔遮17号。啊，迄是迄个日本时代了后过来去，迄个日本人为了要统治好管理，啊，就甲17号滴甲刷落去烧那底。清朝时代是阮是拢17号是抓来食的啦，啊抓来烧腊底，啊所以阮烧腊较早的地名就是以迄个日本迄个警察的名落去号叫烧的，啊阮是为平遐过来，做图就是阮烧腊遐，去阮烧腊底遐不来扛的，所以阮晓得，没有啊，这算灾后村甲摕来。这是我们都以前的泥土啦，这对我来讲嘛是一种意义啦。我们那边不见了啊，啊，所以我们给他带来这里，我们在这里重建，后面就是我们的永久屋。展场中的土堆是用来缅怀着过去小林村的土地，就算村民已经搬迁到永久屋中居住，陪伴他们成长的土地仍然永存在他们心中。这几个是讲阮较早吼。小坑啊，也袂当过，拢做竹桥啊，你过啊。你算也要山顶做工过，拄到沟仔的所在，
啊，买料袂紧，水收大，啊，我大就做桥啊。啊，这阮叫做钓钩啦，这里钓鱼啊。啊，这阮钓鱼以外，阮嘛搁一种个功能，就是讲，阮阿爸吼，阮个公仔，阮个迄个阮后代，阮爸母个祖先太祖内底，阮无，阮哩后代在先无用，人讲用。用一个迄个树心，名有迄个雕金心，啊，咱汉人的祖先有迄个珍珠牌啊，因无伊是后壁拜一瓮酒，一瓮水，啊，一个果，啊果佫插七支剑，七支的剑就表示讲阮七个太祖，阮祖先有七个查某的太祖，啊，鸟翅啊入去，算伊只甲用一个鹅甲甲成。以后才两日哩，两日伊会揢到内底即个迄个开机关叮当，哦啊揢去哩，我着夹哩。啊，伊是用锁啊，所以即、這、迄个顶下袂使伤大，起无伊火腿来夹断哩。啊，着用哩着夹袂着，啊着鸟子啊着掉哩遐。啊，这着是迄个插架，这着去山顶。去山顶迄个采茶，等下要起火用的，用更用夹的，即安尼来用夹。而且设计安尼又是高度吼，你啊人安尼要爬靠爬起来呢。啊，这抓鱼啊，抓虾啊，这就是阮小林村哦，唯一一个会晓雕刻的一个长老，叫王天禄。这是之前灾前正有学者吼来遮研究，迄个平埔文化村，家己等于要做厂，啊发生迄个88灾难之后，伊阁捐出来遮做木棍，遮做电缆。而长老的雕刻物，老祖先的智慧产物，村民的庆典习俗，这些已经被掩埋的记忆，被一点一滴的重现在文物馆中。啊，这算你抓鱼啊做的水镜，用在水面来看水底，安尼鱼啊足清楚。涂骹厝就是用这先做模啊，啊，这早期的涂骹是用迄、那个稻草倒个水啊落去啊，高砌起来像安尼。啊，这地是阮爸母的迄个红石，迄个石狮鹫的图腾边啊这。啊，这就是阮每一冬9月15夜祭的进程，算夜祭迄天的透早，一定要徛向着。吼、哦，每一冬拢爱换的。这向着叫有白七，就是代表阮，伊这是叫稻草，代表阮太祖七的。啊，这支向着的有啥物作用？就是要引伊，因为9月15也是伊的生日。啊，我咪甲因，这是伊天顶，这个就是伊楼梯，啊，伊这伊位啊落来，这有我呢，要一直第一项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先做的。啊，这是灾前，阮小林村唯一的活动就是，阮每一年农历的9月15，就是阮太祖的生日，阮来甲办夜祭活动。啊，这就是阮哩办了一个，迄个前置作业，就是中昼开始拜。这个是阮灾前的迄个公祭，就是将墓碑去比迄个是，迄就是公祭，就是迄个阮祖先哩带。啊，遮个人嘛，全部几个伫啊，剩个拢无去啊，拢哩灾难的时阵无去的。这个要伫嘞，剩几个伫嘞尔。接阮进前临时的，啊，这个照片就是阮搬过来永久去年第一届夜祭的活动，啊，这就是迄、那个猎人学校要用体验拍啦，也是用呀，伊用弓箭里啊，你让你好好人体验的，迄是阮办夜祭的阵活动所做的。一个另外一种的活动。五里埔新建这座平埔文物馆，其实不只是想保存祖先的传统，
文物馆的空间持续装修改造，建立起妈妈厨房，让村民回味熟悉的味道。除了可以让回来参加祭典的村民有个过夜食宿的场所，同时也希望在未来带来一些观光收益。坦白讲，这个灾难啊，对我一个冲击很大，但是我一个想法的，下方我就去想着讲，灾难发生嘛是要面对。阮是想讲，无文物馆起啊遮大，嘛是希望讲吼，对阮生活有多少的我要帮忙安尼无啊？所以阮就甲政府希望讲吼，甲阮这边灾祸以观光为，阮是因阮遮拢做事嘛，阮是做人诶拢为主嘛，讲观光为辅嘛。就算有做农用的所在，爱当来遮帮忙，还是当为发展着观光，看会当让阮遮村，迄个加减啊吼，多一点收入安尼。